我有啥呢？我从三次中午就中了，那是第一次就恢复呢，就好快一个月我去七座墓室，呢一次就唔得。那时候第一年，第二次一四年，第三次嗰次系 cancer。呢個第四次你係呢個中風，呢、這個中風係舊年五月，呢時又比較嚴重，嚴重到咧瞓醫瞓一個幾月，咁啊出嚟嘅時完全係行唔得路，瞓唔得路，屈死人事，到到夜晚瞓覺連風扇都唔可以開。一開換了一份儀器，整個人彈上來，坐回上來，抽回腳手和屋上面，跟著就跟我朋友介紹我做做回他開始沒什麼用，沒什麼我繼續做下去，甚至我最試一擺就是最人拜二拜三，另外咧，我又喜欢食一样嘢，我去排泄，变咗我就唔会做一样啦。点知到嚟啦，由一点我买嘢就停咗，一点抽筋抽到凌晨四点啊，两万而家唔使睇，痛到我啊鬼咁啊，跟住冇办法又做翻啦。我又將嗰樣嘢原本係每日食嘅，我就呢一變咗一個星期食一塊，唔敢食佢。一食啊，我唔可以再做呢樣嘢，即係好辛苦。變咗跟住手，之前我手係拎唔上嘅，依家係可以拎到今次咯。啊，今日咧就今朝早一下唔做都整到，所以唔可以。今天不可以揸車，所以今天是坐腳卡。最重要是這個，因為自己我自己本身就找個好反應，就很快呢我介紹很多人，連醫生都有聽我講，會幫埋。我叫他裝備不好，我幫不了我支持你要買啫。我係好多咁樣嘅，我俾我推廣咧，就佢就好相信我。啲時揾我係大三次用公醫生講，你呢次啊，你嘅恢復咧係好耐啊。我敢講兩個月先行我喎，我夾硬行。跟住咧，大三我可以再用。哇！總之最近就係。拜二拜三嚟拜，完全唔安着，點知夜晚唔得，照光明啦。你仲有一樣嘢好嘢㗎，你都將個密碼剪咗嚟啊，甩手添。哇！我將個密碼甩手，因為前一時嘅手好，嗰時手好痛嘅，所以你甩手我哋。哦，勁啊！耶！